我们是最强组合。近来印象厅分享一段视频，为好兄弟武江虫送上祝福，他依然充满乐观，配文我们是最强组合，祝小武早日康复归来。视频中印小婷表情夸张，武江城和丁泽仁站在印小婷身后，三个人一起对着镜头说我们是最强组合的悄悄话。在好兄弟受伤后第一时间送上祝福，印小天的确是热心肠。就在12月17日下午，有网友在医院偶遇了武江城就医，并发布了帖子，随后工作人员晒出了武江城受伤的照片。武江城最近参加了追光吧哥哥这档节目，作为唱跳选秀综艺，武江城自然需要练习唱歌跳舞，很明显是在练舞的过程中受伤了。而不久之后，武江城自己晒出一张在练舞室的照片，并向粉丝和网友报平安。他表示自己刚练完舞，让大家担心了，透露自己是小伤。在照片中，工作人员似乎正在收拾手机，看来即使受伤严重，他依然没有放弃练舞啊。喜欢就订阅呗。